好的，这一支影片呢，开始，因为我们刚刚只设定了问候消息，但是我们接下来设计一些很有趣的这个回复消息关键字哈。那呃，我们往这个右边啊、呃，左边看，左边看，左边看，好，它餐点娃娃呢，有一个什么消息列表啦，这我们刚刚。 呃，反正呃，消息列表我们先不要讲好了哈，这个应该还好。我们弄一些很有趣的啊，有些撰写呢哈，撰写一些到底要你你你就是什么叫撰写？就是你要透过哈，他去发送什么什么什么消息，这样 OK OK 好，那你就呃怎么样呃，可以透过他啊，这不是你自己哦，是你的赖机器人哈，自动回复消息呢好 OK 啊，这我们就刚离开，因为蛮没有设定自动回复消息好，自动回复消,消息我们可以呃撰写。 好，就是说他讲什么，好讲到什么，就是，呃，他就回复，哈就回复。好，那这个 basic，好就是呃，怎么讲，basic 就是你传一个什么东西给他，他就帮你直接回复了。好，这个我们可以去去按一下这个，你看消息有一个 basic，好，basic 的意思就是说哈。 你你一传什么给他就回复，你传什么给他回复，好这样子这样，OK OK 哈、哦，好，那就是嗯像这里哈、哦，我们按 Basic 进来，你看哦，好、哦，就是到底是哪时候要呃指，我们现在不指定好了啦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现在录录的时间可能也不是在在这个时候，或是每天哦，你传一个什么东西，它自动回复给你一个这个一一段话，这样 OK 好、哦、好，那我就把这删掉，你看我等一下试试看哦，我是。 餐点娃娃，好，这个欢迎跟我聊天，这样子，然后弄个表情符号吧，好表情符号吧，好这个爱心，好爱心，关掉，好，OK OK，好，那这样子就好，嗯，保存，好，确定，好看，fine，确定，然后再再它再一次然后成功，确定，好，OK OK，好，所以你看哦、喔，它直接哈，来，我们现在。 手机在旁边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来来，我看你看，我们现在回到餐点娃娃，随便哦，我随便只要贴一个图给他，就跟我讲一件事。嗨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好就是，哎、欸，你看，他就跟你讲哦，感谢你传讯息，我是餐点娃娃，好期待下一次的讯息内容。那我再再跟他那那说，嗯、呃，早安，哎、欸，早安，好、哦，早安。 嘿，他又又来了，好、哦，感谢你传讯息给我，我是餐点娃娃，欢迎跟我聊天。这样，你知道我是什么？好、哦，就是有一个 basic，好、哦、，OK，好。那你说其他的呢？啊、哦，当然了，你可以撰写自动回复了，哈、哦，自动回复你就是，呃，呃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就自动回复他弄什么你就回复给他讯息，好、哦，这样子。那但是每天就是，所以你可以在不同时段呢传不同的这个，呃，给他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、哦，传不同的自动回复给他，这样 OK。 这样，这样你理就有意思吗？好、哦，就是这样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这样就很厉害了。好，这样很厉害了。OK，OK，OK, OK, 好，那我我们当然不要让它自动回复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了哈，因为这是你自己假设好的。OK，OK，OK, OK, 那我按关键回复好了好，按关键回复。关键回复呢我，我们这样子哈，嗯、呃。 嗯、呃，关键回复我们就设定一些关键字，好，关键字这样，OK，好，关键字我们就好，比如说我们就要创新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创新的，哎、啊、，OK，这边有个创新的，关键字只要他早，好比说早安，好，人家输到早安，他就呃就可以怎么样，好，或是说呃午安，好这样子，或是说呃晚安，好，只要讲到这三个安，好、哦、好。哦 OK，好就会啊、呃、有说话，那说什么呢？好、哦，就是你可以开始去打，不过这個打的就是开始去打表情符号，我刚刚已经示范过了，我们就干脆来用贴纸好了。好、哦，贴纸就是嘿，好、哦、早安，就是它有一个这样嘿，好、哦、按保存，这样 OK 吗？好、哦，就是好、哦、就有一个贴纸，好贴纸呢，好、哦、就是说诶、欸、安安哦，好、哦，祝您对不对？好、哦。 嗯、呃，今日顺心，好愉快，这样子，OK，好，按 Shift Enter，好，下一步，好，OK，OK，、OK, OK, 好，欢迎跟我聊天，这样 OK，好，表情符号弄一下啦，好，OK，好，嘿，这样子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就按保存。 确定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的样子。手机的样子来，好，这里呢，我们就开始输入“早安”哦。好，你看他就是诶、欸，会跟你打招呼，对不对？好，会跟你打招呼。好，安安哦，祝你今日顺心愉快聊天，欢迎跟我聊天，这样子哈，它、哦、就打一个招呼。 很厉害吧？好、哦，那他以后有人一一一,一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了，懂意思吗？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再来，好，再看。哎、欸，那关键字还有没有其他关键字？有了，但刚是贴图嘛？我们在创新的，创新的这个是好比说，哦，要要吃什么呢？好，或是说，他说肚子好饿，有没有？或是说，他说肚子好饿。 好，这样子。那我们这时候、哦，呃，刚贴图就文本都示范过，照片也可以。照片好、哦，我们就上传一个照片，肚子好饿的照片。我们就上传一个这个哦、呃，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耶。好、哦、，OK，好，或是上传一个我我的照片，这样 OK。好，我的照片，这样 OK OK。好，就是 <laughs> 我的照片很怪怪的哈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就上传我的照片。 我就上传一下，我这是我的照片。我所以先举例了哈。他说有个最大十 m e g 的照片，但你要小一点哦、喔，不然你那个到时候那个赖出来会是空白的。好，按保存。好，按 confirm，continue，按确定。好，那你看，我们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，OK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就说，哎、欸，肚子好饿，这样子。好，就肚子好，哎、欸，肚子好饿，就出来我的照片了。这样 OK。 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当然啦、啊，有一些，我们再创一些关键字好了哈，再创一些关键字。你你可以弄一些什么优惠券哦？如果你有，你有弄一些优惠，好比说你们班要开这个班里、呃、这个什么，呃，元优惠，那你当然就可以用优惠券，或是你一个这个，呃，奖品绘图的页面，或是一些民意调查好等等啊，这这个这个这个。这个这个这个 好，OK，这个就可以做了。好，OK，那当然了，优惠券你按一下，你要先建一个优惠券，所以你要在下面这里哦、喔。 左边下面这，你要先创立一个优惠券活动，或是一些啊、呃、这个账户的页面统计，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，好，蛮有趣。还有一个问候消息，问候消息也是啊、呃、不错。老师再示范一下下哈，再示范一下。好，你看这个就是问候消息哈，那问候消息啊就是你你要打一打就可以去做一个问候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时间表，好，大概都确认一下哈，时间表，时间表你就是。 到底是啊、呃，可以统计一下，说，诶，你到底是呃发布了哪些东西，好、哦，或是呃怎么样，哈、哦，这个时间表哈、哦、都给你，你就去去看一下，你到底发了什么，谁跟你互做了互动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按这个统计设置，好、哦，一些讯息，好、哦，当然了、啊，有一些家庭的设置，好、哦，这也是可以做到的，好、哦，封面照片，什么叫家庭线？它翻的很怪了哈、哦，家庭线限制就是说，我的哈赖、哦、进来以后有没有它的嗯。 按封面照片就对了啦，按封面照片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 OK,，OK，OK，OK, 好，那还有一些内容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样就还蛮有趣的，但是下一个问题哦、喔，下一个问题哦、喔，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把它哈加入群组这件事？好，那我们回来看一下怎么样加入群组这件事哈。那你看我的左边，我左边是手机嘛哈，我手机的画面，我要怎么样去加入群组？所以我就哈。 呃、嗯，某一个地方我就好、哦、按，好比说这个群主，这个群主是我的一个呃，我们长辈群主，我就按一下这个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往下，好，有一个往下，好，有一个邀请，有没有？有一个邀请，按一下。然后呢，你就去邀什么呢？好、哦，名称搜寻，好比说我名称要搜寻餐点，好，餐点娃娃有了，好，打勾，好、哦，就打勾。 打下一勾，然后按这个这个呃邀请，好，那叮咚，诶、欸，那就有了也，就有人，所以你看，好，阿亮就邀请餐点娃娃加入聊天了。 那很有趣，你可以利用餐饮娃做很多很多的设置，嘿，诶、欸，很厉害吧？哈、哦，很厉害吧？那呃，祝福你，好、哦、玩这个赖聊天机器人，跟他一起做互动，跟他一起谈心事，跟他一起每天每天的这个开心、哀伤、哀愁，你都可以跟他聊聊天，诶、欸，很好玩哦。当然呢，它还有一些很多进阶的功能，那就等着你去呃，跟他一起做互动哦。拜拜喽。